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去做资料清理。首先，请点常用，常用这边的转换资料，大部分我们都是点转换资料，也就是在这个选项这边，几乎我们都是选第一个，所以请点上面这个图示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，在这里我们去看这一季 RHEB-1 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 ABC 是文字，它不是日期。日期里面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，这一个里面它有三个是空白，在1000笔资料里面它有三笔是空白。你游标落在这条绿色黑色线，它就会告诉你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去看哦，这个请把它改回来变成日期，请点它 RHEB-1 转换第一，请点它这个栏位名称，第二请点转换，第三资料类型请改成日期，点它。那在这里面请注意，这个有没有看到 null， 它就是空白，这就是等一下会被它自动判断出来是空白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白，在文字里面它是两撇两撇，可是在日期里面它真的恢复变成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点选确定，然后当我们做完这一栏的，这就是所谓的资料清理，它本来就是日期，你怎么可以把它定为文字？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来定义，例如说用数字代码来去代替这一个个体，有时候我们会用数字来去编号，可是那个数字它其实代表的意义是文字。当我们现在做完这件事情，我只做完一栏，等一下我们每一栏都要做这件事。我们先点选常用，来，请点回来常用，然后关闭并套用，关闭我们的 Power Query 编辑器，好，关闭，套用给 Power BI Desktop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去看最右边这个新增额。第一帧漏打有看到吗？是不是有零了？大部分都是一，确定。那我们来去看一下，我们只看一的，你去看最左边，这都是一 ，RHEB-1 全部都是空的。